บางทีไม่เคยเข้าใจ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อยู่ดีๆเงียบไปคล้ายว่าเธอจะงอนต้องการอะไรน่าจะบอกฉันคิดไปเองตลอดเลยงั้นช่วยทำไว้หน่อยแล้วกัน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，欢迎光临视频。今天我来到了卧佛寺这里来参拜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卧佛寺就在大皇宫旁边，一般人会一次逛两个景点。顺便再加一个景点，去旁边的曼谷博物馆。赶行程的结果就是难以消化，最后记忆全部煮成一锅糊涂粥。我今天只看卧佛和卧佛寺里的精美壁画，把美景深深记在印象里。卧佛寺门口要购票，过去是100帕，如今涨到200帕，人还是很多。到卧佛寺的交通很麻烦，最便捷就是搭船到 N8 码头，出站就是卧佛寺。但是今天 N8 码头在整修，渡船不停靠。N8 只得在 N9 下船，要走很长的一段路。
卧佛寺又是华人取的一名，原名叫做帕彻杜彭皇家大寺院，内有一尊46公尺长的卧佛像，举世闻名。帕彻杜彭大寺院亦为早期泰国的公共教育重镇，拥有一间泰医学校。室内的1431块泰文碑文，也于2011年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录入亚洲的世界记忆计划。此外，该寺也是传统泰式按摩的发源地，到今天仍有持续授课。拉玛四世统治期间，卧佛寺被改成为今日名称帕彻杜彭皇家大寺院。拉玛四世就是国王与我里的国王。除了增建第四座泰王宝塔之外，该寺再也没有显著的变化，仅有维修的工作持续进行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